三番两次是你，竟都是不分好歹的愚善。哼哼，大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小小伎俩便能轻松骗来。 事情已了，来日再会。 果然有慧根，放松些。
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打打杀杀。哦，好瓜熟了，尝尝。可别瞧不上这瓜，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来，进前来。既然寻到这里，有一样他俩都不会的本事，我可传授于你。手，禁字法，不杀敌，只克己。妙用何在，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。你可曾拜会？都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由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多谢你带他们回来，不用再受心魔之苦。我少校离家，也曾自诩天命所归，可如今成了这副样子，连跟着我的兄弟都不得善终。这个与我已无用，你先收下吧。该回家了。听闻他死了，那你又是谁？如此浊世，活命或是泯灭，又有何意义？听闻他死了。